抽奖，来，那个周琦在哪里？我们现在来抽奖，大家把你的 raffle ticket 准备好，我们一次抽。等下你不能跑，还要来这边抽。抽几张？全部抽。全部抽，没关系。你如果太累，我再抽。你要犹豫犹豫，我们知道。好，来，快点！还有没有买 raffle ticket 在哪里？钟琦，还有各位记住哦，我们每次都是一样哈，我们所有收的这个现金的款项的一半是第一特奖，所以您买的越多，第一特奖奖金就现金奖 cash prize 会越高哈 ，cash prize 会越高。在我们等待的同时呢，我们知道今天除了我们中文学校的家长，还有很多来宾来自我们这个中华圣母堂的教友，我们也要一次性的谢谢大家。在光启这半年，开学这半年当中，我们有很多次的 fundraising 啊，都非常的成功啊。那这中间除了光启的家长支持，还有很多中华圣母堂的朋友，虽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不上中文学校了，他们还是热心热烈的支持，我们非常感谢啊。等一下，钟琴在哪里？我们需要抽奖啦！怎么样，买到欲罢不能是不是？我们有现金奖，真的买的越多，现金奖就越高。快点，来，我们要赶快抽了，我们要赶快抽，来，现在抽。然后听给，赶快来。没关系，我们那个最后抽，我们前面先做这个啊。今天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毕业的这个同学们哈，像我们这个 Bridges， 跟大家说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